43岁嘅拿督千金庄思敏，近年频频往返内地发展。早前佢喺社交网拍片，同粉丝分享自己啱啱搬到杭州，随即晒出入住价值逾2000万嘅豪宅，屋内拥有超巨型客厅，环境舒适，而且仲配有户外独立花园，真系羡慕死隔篱啊！连日嚟，庄思敏继续更新搬入新屋之后嘅情况。原本呢件系开心事，但睇睇下就惹嚟唔少网民嘅忧心。事关不嬲富贵逼人嘅佢，不停狂晒自己由香港带过去嘅珍藏，当中包括各种名牌手袋、手表等等，足足装满咗几个箧啊！而且总值过百万，正所谓财不可露眼，拿督千金咁高调炫富嘅行为引起网民担忧，唔少人都喺评论区留言提醒庄思敏要小心啲，新房有小偷入屋，仲有人提醒佢唔好随意透露自己嘅住址，屋企里面仲要安装监控等等，希望 Jacqueline 记得多加提防啦。